你还在自学吉他吗？自学吉他是不是有点难？不知道每天该练什么，学琴很迷茫，不会调音，也不会调手感，基本功不知道该怎么练习，歌曲弹出来不好听，和弦不好按，节奏也不好，只弹曲子不知道该怎么练，音阶记不住，等等一系列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只有一个原因，没有老师教，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法。那我是一个专业的吉他老师，请给我一个机会来教会你。视频下方是我多年吉他教学经验总结而成录制的一套从零开始学吉他的视频课程，整套课程一共50节，其中包含了吉他怎么调音、吉他手感怎么调试、左右手基本功怎么练习、吉他谱怎么认谱、分解和弦以及扫弦的练习方法，还有音阶、指板逻辑、乐理以及指弹曲子的详细教学。现在这套课正在做活动，整套课50节打包在一起只需要99米，比你去琴行上任何一节课的费用都要低很多。我们只需要看一节课，把这一节课练熟，再去学习下一节课，这样一节课一节课的把它攻克，就可以轻松的学会弹吉他。课程是长期有效的，拍完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学习，反复观看。观看课程的方式在我主页置顶的第3个视频里。在学习的时候有任何不懂的，你可以随时问我，老师都会耐心的为你解答。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课程了。如果你还没有吉他的话，每天晚上9点半来我的波波间，随便选上一把，咱们整套课程就是随琴一块赠送的。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学起来吧。